另外，薛永俊的何超、刘宇宁、张新维都不在名单中。朱毅透露，此三人暂未完成手续，因此没有入选。名单如下：一、刘诗博；三、梅芳；五、张琳芃；七、冯世豪；八、保利明茂；九、塔利斯卡；十、郑智；十六、黄泽文；十七、王丽仪；十九、曾诚；二十、于汉超；二十一、高准翼；二十二、唐诗；二十五、邓涵文；二十六、胡瑞宝；二十九、葛林；三十、布格拉汉、斯坦道尔；三十一、国韩德文；三十二、刘殿座；三十三、周玉浩；三十四、冯国轩；三十五、李学鹏；三十六、陈国抗；三十三、蔡国明；三十九、吴少聪；四十、王浩斌。关注小编，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，你的关注就是小编一直坚持的动力，感谢关注。